我是悠然，不是自然，更不是悠盘。哎，不知不觉又到了大家最爱的周末了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我呀？说起这把，我们居然碰到了一个天王巨星汤姆，有这皮肤的猫，那打过去都是很厉害的。话不多说，先去救下队友啊！我去，那块冰打乱了我的思路啊，我连自己都打进去了。不得不说，有点东西啊。看看队友能救下我不？我去，也被那冰块恶心到了。哇，居然躲了汤姆的平底锅，但还是被一球砸死了。哇，那下一下都绑了两只，队友能一下救下两只吗？绑上火箭。哦，溜溜了！哎，这波相当关键啊，三级无畏直接把另外的队友也救下了。我去。刚眩晕就被球砸了，我服了，我服了！哇，那块冰也太及时了吧！这火箭再绑都直接飞了呀！哇，遇到那样的神队友，我想输都难。现在可以去帮我队友了。吃我发导弹！队友被抓住，牛仔放仙人掌没把握好时间被抓了。我踩仙人掌了，完美！哇，趁了一个时间赶紧提前去阁楼做下防守。来了老弟，直接砸！那几波配合可谓是完美啊，完全化解了猫的攻势。多存几块冰，一定不能让他冲走进攻。先去帮帮队友。我去，满地的仙人掌啊，厉害了厉害了！赶紧去帮队友推下奶酪，吃我两发导弹。那是砸了多少冰块啊，这猫对冰块真的是情有独钟哈。墙缝出现了，快去砸墙，捡块冰，我砸，哦，不能让它过去，再来一块。哎，我两个死了。哇，那猫是一个灵异事件哦，我居然把自己杀死了。哇，我也太牛了吧，我估计全服找不出第二个了。再看看那只猫，哇，被仙人掌恶心的走不动路了，还没走到墙洞边都直接被破开了，估计它都自闭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最后啊，还没有点关注的点波关注呗，爱你们哦。